老爹啊，快过年了，还没涨价，太夸张了。很大碗，肚子我去探险完了，很累，真的是很热。然后他居然没有涨价，对啦，都比较薄一点而已，跟之前比是都比较薄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很有 CP 值。川菜，川菜。嗯，肉明显比较薄了，还算旁还可以啊，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了、啊，你要像以前卖这么卖这样子不太可能、欸。那辣椒，辣椒还不错，不要拿太多了。OK， 我就不拍吃的过程了。OK，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边。OK， 好了，明天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